当成功学大师被绑架，又一定要签名的。哎，啊！是想听我的课本？是绑架？绑匪吓唬他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什么？你哪来的话筒？说这哪算了多少？10万，你这个话筒。得这么大就才能挣10万？来，给我当司机，我一天给你10万。啊！你绑架我，我开工资，直到格局打开了，财路自然就打开了，平头账上。 别，你控制一下，你控制一下，你控制一下。我给你当司机，你能放心？嘿，有很多员工背叛我，胖司机100万就是送了，背叛我的人都送100万，将来众筹于我的人拿的就是几个亿了，听懂掌声。背叛你还给100万，你这不花的冤枉钱吗？花过多少冤枉钱决定你有多大的气度，冤枪都还两个亿，将来办实事的时候那实际利益就是谈笑间吗？听懂掌声。 那你就是我老板了，老板好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来走吧，去开你的车，随我来。